原标题：格鲁吉亚玫瑰革命成功后向外国租用女高官，最后她当女总统。苏联解体后已经27年了，大部分国家都走上独立自主发展道路，有的国家甚至发展成为发达国家，像波罗的海三国，但也有的国家至今不稳定，国家乱成马，而且还四分五裂。乌克兰、格鲁吉亚就是典型的代表，这两个国家不仅乱，而且还竟出一些让人不理解的事。特别是格鲁吉亚，此国位于亚洲，却是个欧洲认同感强的国家，出的奇葩事很多，既让人不理解，又让人认为或许就是乱了一个因素。1991年苏联解体后，格鲁吉亚与波罗的海应该是最先一批宣布独立的国家，该国当时很民主，独立后就选出一个总统，此总统就是靠街头示威起家的加姆萨胡尔济，但此人捣乱可以，治理国家根本没有经验，致使格鲁吉亚独立后不仅没有实现发展，而且国内依旧很乱。当然苏联解体后很多国家都经历过阵痛，格鲁吉亚也面临这种情况，但最要命的是格鲁吉亚发生了内战，这就让民众不满，于是加姆萨胡尔济当了不到一年总统便被赶跑，据说跑到了车臣。为了使国家稳定，民众强烈要求曾经担任过苏联外长的谢瓦尔德纳泽出任总统，带领格鲁吉亚发展。号称高加索英国谢瓦尔德纳泽不仅精于政治斗争，而且外交经验丰富，担任苏联外长时与西方国家关系不错。他在任苏联外长前曾担任过格鲁吉亚第一书记，治理国家有一定经验。谢瓦尔德纳泽上台后，美国援助也到了，美国要求很简单，就是拉拢谢瓦尔德纳泽与俄罗斯对抗。谢瓦尔德纳泽最初很受美国信赖，依靠美元使国家有一定发展，而且平息了国内乱局，制止了国家分裂。但谢瓦尔德纳泽毕竟有英国称号，他心计很多，他认为如果与美国联合对抗俄罗斯，格鲁吉亚肯定不是俄罗斯对手，不如脚踩两只船，玩转两个大国，这种玩两家的方法最危险。美国很快发现谢瓦尔德纳泽计谋，对他很不满，就减少了对格鲁吉亚的援助，开始重新物色人选。在美国精心物色下，他们很快找到了合适人选，此人便是萨卡什维利、贾纳泽和日瓦尼亚。这三人不仅反对谢瓦尔德纳泽的政策，而且十分亲近西方，特别是萨卡什维利恨不能自己成为西方人。2003年11月，萨卡什维利等人手捧玫瑰花，发动了被世人称为玫瑰革命的运动，没想到运动很成功，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力下，老谢被迫辞职下台，萨卡什维利等人成为格鲁吉亚的领导，萨卡什维利成为总统，日瓦尼亚当选总理，而手捧玫瑰花的女人贾纳泽则成了议长。于是这三人组成了格鲁吉亚的三辆马车，在民众眼里，帅气逼人的萨卡什维利一定能够治理好国家，况且这个年轻后生也有从政经历。萨卡什维利上台后随即选用一批国家官员，在此期间，总统与政府、议会间就开始产生矛盾。为了进一步加深与西方国家的沟通和亲近，萨卡什维利看中当时法国驻格鲁吉亚的女大使萨洛梅·祖拉比什维利，于是萨卡什维利向法国申请，把萨洛梅借给格鲁吉亚，出任格鲁吉亚大使。一个国家竟然没有可胜任的高官，还要向外国借用，这绝对是历史上很少有的事情。萨卡什维利这一创造性的借官方式得到法国同意，于是萨洛梅成为格鲁吉亚外交部长。萨洛梅祖籍格鲁吉亚，但很小就随父母移民到法国，作为西方国家重点培养的外交官，
萨洛梅派到格鲁吉亚最合适，他既然借到格鲁吉亚并成为外长，就要为格鲁吉亚服务。但由于萨洛梅从小在西方长大，他的外交政策当然全面导向西方国家，而且他强硬对抗俄罗斯。萨洛梅的外交策略很快引起女议长贾纳泽的不满。贾纳泽认为一个外国人担任本国外长职位显然不合适，时常指责萨洛梅的外交政策。萨洛梅背后有萨卡什维利也不让的贾纳泽，于是格鲁吉亚政坛上演了一场两个女人争斗的大戏。这两个女人可都是萨卡什维利的左膀右臂，一个是同自己一起革命的战友，一个是自己相中的外国女人。两女人争斗一时让萨卡什维利不好裁决，不过最后还是贾纳泽胜了，萨洛梅被解除外长职务。但萨洛梅不服气，发誓不回法国了，将在格鲁吉亚奋斗下去。贾纳泽与萨卡什维利也有矛盾，不久贾纳泽被萨卡什维利解除议长职务，两个女人都下台了，萨卡什维利可以轻松上阵了。可没想到贾纳泽与萨洛梅居然联起手来继续反对萨卡什维利，组织多次抗议萨卡什维利的示威游行。2012年，在萨洛梅与贾纳泽的联手下，萨卡什维利选举失利被赶下台，后来跑到乌克兰，还想在乌克兰东山再起。2018年萨洛梅后当选为格鲁吉亚首任女总统。不得不说，萨卡什维利根本没有执政经验，而且受到西方忽悠，最后还是败在自己人手里。欢迎各位看官批评指正。图片来源网络，版权归原作者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